这些头牛哦，他们都有他们的整个历史性哈、哦。像他这个前面为什么要结这个彩球呢？因为早期在农业时代，北北牛才是一项足重要、足神圣的工作。尤其是较早吼，咱北港方面才有一个叫牛墟。啊，北北吼，这个物件要将这条牛砍断了后，咱一定爱甲彩球。嘿，因为吼，咱断了吼，咱才会吼大吉大利。它的拉近，所以呢，整头牛我们这个全部都是用到马赛克彩瓷偏贴。那我们来这边呢，我们还为各位来宾介绍了，哎，因为我们带点吉利给大家。好，好像今孙那代代会出头啦，蒙古的，好像趁钱稳当当，蒙古伊嘞，好像大家身体健康，吃饱哩，蒙古厝嘞，好像今孙那代代都大富贵吼。我们用到以前的整木，这台叫砧模啊，嘿，来做我们的摒墙。是啊，叫开台第一针，因为吼，较早古砧原乡，我有甲恁讲过，它包含很广大，就是包含南港、哎、新港跟北港。所以呢，在以前还未开垦之前，全部都是梅花鹿在此奔跑。可以看到，这里有一艘船哈，这就是人咧讲啊，叉船渡乌水，登山过台湾啦。有登山风，风就有登山嘛。是不是在壮丁？就是这些男士。那他们绝对不能惜家带眷，所以也不可能带给咱家美女哈，嘿，渡台来台开垦。这边真的有一个港口吗？它是真正上一个港口，而且这港口就是咱顶二级古迹水仙宫那边整个范围之内。那你们现在所看到的，这叫蒸脸，是咱用一块碗碗好的碗，咱用那个蒸，蒸蒸了后，咱开个脸皮叫蒸脸。那胶纸的话又不一样了，像这个的话就是胶纸，嘿，我们先捏塑出它的形。然后要烧，然后上用，所以咧，咱用的这只叉船吼，来讲到吼，咱古本港的整个历史，今仔简单甲恁介绍一下，因为咱短短九点半钟的时间俩，要个人会物件，这阵铁机啊也伫遮，无人关心，无人行，怀念较早无无那车啦。来，那你们现在吼、哦。哎，人员都还未到齐之前，我们先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，这个叫做珊瑚龙，那它全部都是用到胶纸的哈，不用使用高筋，哎，来营造而成。那冰岛的时阵哦，它会从花蕊这边开始起的变化，然后到中午，哎，黄昏日落的时候，它这边整片都变成粉红色。所以呢，珊瑚龙它还有一个美名叫做千变美人哈，千变的美人呐。啊，我想要做这个。用珊瑚龙来做题材，因为我希望讲哦，你不管是透早，还是中昼，还是日风阮来的时阵，看到阮的社区，永远拢是和恁无感觉，和恁无同款的感觉。可怜啊，对，有的人讲叫可怜嘛，啊，有的讲讲叫可怜。啊，可怜是吼，你来看，即阵即个四过年了，像雨定的四过年，因为伊起来臭头红乌本来个酒厂，所以咧，可怜像伫咱台湾还佫有一个美名，叫做黄金树啦。阵就像即阵安尼。还变金黄色的果实，它是由绿色慢慢转换而成的。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呢，我讲枝头拢死去了，嘿，所以人讲春花夏叶秋果冬枝啦。啊，有一首诗吼，马上来个赞叹者。人讲春风可怜淡枝葩，夏叶叠成绿花丛，秋果叠叠可怜枝，冬叶飞丛哪阴暗。就是咧讲到咱的啥物？可怜树啦，我白头起来吃可怜，啊，肚死肚坏，较苦较涩嘛，着爱食。可怜树伫咱吼农业时代木材排第四坎，人讲一九二零三木九四着可怜，所以可怜树一般人拢摕来做医疗吼。来，帅哥帅不帅？帅，还是帅声。